古历的三月十九号，亚妈祖是北港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会，每年信众拢真热情，会放真济炮仔来迎接妈祖。一天的出巡了境活动一结束，都是北港镇清洁队上无闲的时阵了，因为一堆搁一堆的炮仔纸拢在等迎来清理。从早上六点五十出发，预计是整个北港镇的那个市区和郊外道路都要让它干净起来。清完大概要几点？我们目前还不确定。我们今天全部的车子都出动，大概二十几台，有那个炮车和卡车和资源回收车全部出动。就是要赶快让个镇内的市容恢复干净。我前个对每一年的就是拢十九闹建了后，二十透早啊，透早阮下早七点前个队的全队总动员来清理跩炮仔纸吼，啊，会当将这环境嘞第一时间管恢复，和咱的北港镇民嘞有一个较好的空气品质。等下咱的水车嘞马上会对后边面来对咧洒水，做一个拦水的动作，将这扬尘嘞来个降低。住伫附近的民众一早也来扫涂骹，虽然这炮仔纸实在有够多，不过对北港地民来讲也已经惯习了。就 OK 啊，从小看到大，不夜城，根本就是出庙，然后到现在又入庙，然后现在又出庙，根本都没有休息，二十四小时。感觉真闹热闹。炮很多，很恐怖，尤其是虎爷吃炮，真的，只是在别的地方没办法看到，尤其是台中，是没办法看得到。大家都很热情的在办这种活动。公所表示，今仔日所清的炮仔纸目前已经放伫清洁队。到下早七点开始清哦，到目前为止已经载有差有五六台，差不多有六台车的量吼，三栋半的种差有六台已经载去到咱清洁队暂时存放。虽然现在都在选择用炮仔声来代替炮仔声，不过要马上禁止也是有淡薄困难。到底要如何做，会当卖影响到亚妈做活动，可以当维持环境甲空气品质，也再次考验到公税智慧。记者郭湘平采访报道。